各位家长午安，我只是想试一试我们那个收音的系统。如果你们是听到我的声音是清晰的话，麻烦你可不可以给一个指示我？你们可以在那个 chat box 那里来到去指示说听到，又或者呢，是啦，或者指示那边听到。咁如果你是开了镜头的时候，你都可以整个手。OK，我看到了，听到了。OK，非常之好，多谢家长呢给我即时的回应，以至到我知道有时候科技呢不是每一次呢都是这么可靠的。咁所以能够看到你们有即时的反应呢，咁我就知道可以继续的进行了。咁再一次同大家讲一声午安。咁我咧想知道咧，今日咧我哋将会用广东话同埋国语嚟到去传达呢一堂嘅信息嘅。咁所以如果你系第二种语言嘅话咧，我哋阵间个半钟头之后喺5:30嘅时候，我哋会有英文同埋粤文。咁我而家咧想请我嘅翻译 Cindy Fan 咧，同大家用国语嚟到去传递呢一个嘅消息先。唔知道 Cindy 响度未？如果 Cindy 唔响度嘅时候咧，或者我再讲多少少嘢，我介绍下自己先吓。我谂好多嘅人都收到我嘅一啲唔同嘅电邮啊或者信件噶啦。我个名叫做 Anita Chu，我系嘉慧校区嘅校监。的确是一件非常之荣幸的事，能够成为嘉慧校区嘅校监，可以服务一个咁优越嘅一个嘅社区。麻烦你 Rebecca 可唔可以暂时帮？各位家长午安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同事在另外一个会议当中，我现在临时，我先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刚才说话的是我们的校区的总监，相信各位家长常常有收到Miss Anita Chu 的一些信件，那今天他在这边欢迎大家，并且他非常荣幸的可以在我们这个这么优秀的学区做这个校区的总监。好多谢 Rebecca， 我哋有两位嘅同事今日咧可以彼此嘅嚟到去帮我做翻译嘅。先生咧，我好想嚟到去趁住呢个机会，大家都可以，我谂大家都会赞成，过去嗰12个月的确系一个非常之独特嘅12个月。而且是非常之艱難的12個月。過去這段日子，我們面對很多的憂慮，很多的未知數，但是在種種這麼艱難的情況底下，我們整個嘉慧校區的職教職員都非常盡心竭力地來到去服務每一個的小朋友，每一個的家長，每一個的家庭。我哋喺呢个时间，我特别嘅嚟到去衷心多谢我哋嘉慧校区每一位嘅教职员。唔单止系咁，如果净系得我哋教职员嚟到去努力，我谂我哋今日冇可能可以维持到，我哋仍然可以教导学生，同埋可以嚟到去服务呢个社区。好多谢，好多谢所有嘅家长们。你哋咁多个月以嚟对我哋嘅忍耐、对我哋嘅支持、对我哋对孩子们无私嘅付出，好多谢你哋每一位嘅付出。首先呢，在这边呢，我们知道过去的12个月，是非常独特的啊，也非常艰难的。在这12个月当中，我们的教职员。都是尽心竭力的去帮助所有的学生，并且当然我们除了教职员在这边要衷心要感谢他们之外，我们当然也要感谢所有的家长，你们的无私的付出，你们对我们的忍耐以致我们在过去这12个月都可以度过这个12个月的这个时间。所以特别衷心的来到去多谢多谢所有的家长，的的确确，如果是有你们携手同我们做伙伴的时候，我们嘉慧校区不可以这么轻易地过到这过去的12个月。多谢你们。感谢各位家长过去12个月跟我们一起携手的一起走过这个12个月感谢各位的家长。
所以今日今日有機會能夠同大家開呢個家長諮詢會，因為大家都知道喺過去呢特別呢一個月以嚟，個幾月以嚟，整個嘅加州、整個嘅美國，包括咗我哋嘅羅省嘅地方，喺我哋而家最擔心嘅呢個疫情地方嘅事情上邊，的確有一啲好正面嘅改變。現在在我們。跟住幫我哋翻譯呢位就係 Cindy 啦，我多謝你 Cindy 喺我哋。Sorry， 頭先 I get lost， 頭先唔知去咗邊度，揾唔到個 link。OK， 我們現在美國洛杉磯，我們現在有一些很正面的一些改變，對嗎？是做過去一年。所以今日好開心可以同大家家長分享一啲比較正面嘅一啲喺我哋衞生安全部上邊俾我哋嘅消息，同樣俾到我哋嘅機會，以至到我哋可以重新嘅嚟到去重開校園。現在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最近哈有一些很正面的消息，可以就是在衞生健康這方面有一些正面消息，可以讓我們可以重新再考慮可以重新開學。所以今天這個的諮詢會呢將會包括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呢，我會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的報告，是關於我們公共衛生的報告，一些最新的消息，其實可能大部分的家長已經知道這件事情了，這個是第一部分。OK， 今天的家长咨询会议我们包括三个议题哈。首先第一个议题是关于这个公共卫生的一些更新的消息就是家长们可能都已经就是有听说过这些比较更新的一些消息。因为这些更新的消息都让到嘉惠校区呢可以来到去重开，当然我会将大部分的时间来到去跟大家分解我们嘉惠校区重开的计划。这些更新的消息等一下我们的学区的总监会跟大家详细的让大家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些新的消息可以让我们嘉惠学区能够重新开学的。咁喺重开之后咧，我哋仍然要继续嚟到去要求，亦都嚟到去期盼家长可以继续同我哋做伙伴。因为重开之后，我哋整个嘅学习嘅模式咧，要继续家长嘅支持。我们学校重新开学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家长们继续跟学校合作，来帮助学生来学习我们这个新的教学的模型。好啦，咁而家我谂咧就同大家讲一讲，因为今日嘅时间咧其实得一个钟头零一个半钟头嘅时间，咁我好清楚知道咧，通常喺咁短嘅时间底下咧，家长未必能够将你哋所有嘅问题咧都可以能够得到一个圆满嘅解决嘅，但系我请家长咧嚟到去帮忙做一样嘢，今晚嘅时间好有限，但系请求家长将你嘅问题咧嚟到去用呢个 chat。談話的這個方法來到去打下去，我們會存放這些問題，我們會準備在這幾天的裡面將家長發給我們的問題，我們將會用書面的來到去答了之後，就會在我們的網址那裡來到登出來。今天的会议我们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时间不是很充裕，所以如果家长们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希望你可以在我们那个 chat box 那个聊天室里面把你们的问题全部写在里面那么我们以后会看了你们的问题之后，我们会把它写成书面的，然后再把你们的问题的回答的答案全部都是公布在我们的网站里面。另外一样可能更加直接的方法，因为过了今天之后呢，我们11间学校呢，我们的校长也都准备了开他们学校部分的家长咨询会，将每一间学校
獨特的要讓家長知道的消息呢，會從這些家長會的裡面跟家長來到分享。所以今天問不到，今天答不到的問題呢，我請家長呢繼續來到去留心你們的校長分派給你們的邀請，以至到你可以在這個的學校的家長諮詢會裡面來到提問你的問題，也都得到一個最具體最合切你們學校的答案。还有另外一个更方便家长的事情是我们学区里面11间学校陆续会重开，然后每一间学校的校长会安排一个家长的会议，因为每个校长都会跟家长通知家长他们开学之后的一些的措施。所以如果家长你们有任何问题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回答，那以后你们在学校参加你们自己学校那些家长会议的时候，你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直接提出来来问学校的校长。好了，现在呢讲了两个部分之后呢，就容许我用以下的时间一个钟头零2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到去分享一些所有这三个层面的资讯。有的答不到的问题，请大家耐心给我们几日的时间，将我们的答案来到在网址或者等待你们校方的咨询会里面，你就可以即时的来到提问。OK， 现在接下来我们只剩下差不多一个多一点的小时的时间现在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继续的一些资讯。如果今天你们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回答的话，那请你们以后请注意学校的发给你们那些在学校自己本校的一些家长的咨询会议。OK。好，先讲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公共卫生的一些更新的消息。OK， 首先第一个议题是公共卫生的一些更新的消息。可能大家呢都会记得，在几个月之前呢，我们加州政府拟定了一个的安全经济的蓝图，而这个蓝图呢是有4个层次的一个的蓝图。这个蓝图也都有不断的更新，在3月13号的时候也都有一个最后就是最新的一个更新。这个的蓝图呢是用了4层次，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4不同的颜色代表了每一个的县他们现在的安全的程度或者危险的程度。OK， 家长们你们应该知道在加州的卫生局已经有政府有定了一个蓝图，就是一个安全的经济重开一个蓝图。这个蓝图里面有分成4不同颜色的4层次。这个蓝图的层次最新更新的时间是3月13号21年。里面分成4种颜色。紫色是就是这个风险比较最高的，还有红色，然后到再下一个层次是那个橘色，然后最后是黄色。OK， 而这个的可以拟定一个的县，好像罗省县那个所谓危险的程度，或者可以有些什么是开放，一些什么不开放呢，是用了3的指标。第一个的指标呢，就是有几多少人是感染的个案，个百分比其实个比较是用有10万的人口计算，究竟他们那个有几多少个案呢，这个是第一个指标。OK， 洛杉矶县的指标，那个安全的指标是根据有多少人口，在多少人口里面有多少人被感染有这个新冠病情被感染来做一个指标。 OK， 而这三个指标呢，其实是所有加州所有的县都是用同一个指标的。这个第一个指标就是有多少人感染的个案，第二个指标就是测试的阳性，呈现阳性的比率，第三个指标也是最新的指标呢，就是有多少人接种了疫苗。
在加州整个州的指标是根据有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说在多少人口里面到底有多少人被感染这个新冠病毒。还有第二个指标是说有多少人被感染呈阳性的 ,OK? 第三个指标就是这个疫苗 ,OK? 有多少人已经打了这个疫苗。根据正如刚才我所说这三个指标呢是全州性的，就是说加州都是包括在内，好像其他州一样。按照这三个指标呢，我们就并定入哪一个层，即是哪个颜色了。大家都可能知道呢，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罗省呢是在这个紫色的层的里面。OK, 这个指标应该是全国都使用同一个指标，还有我们全加州都使用这个指标 ,OK, 还有你们大家都清楚，在罗省，我们洛杉矶县的有过去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是在这个紫色的这个指标这个层次里面。当然大家有留心的时候，在过去这个半月以来呢，罗省县的情况的确有明显的进步。这个进步令到呢，在大概一个月之前呢，2月15号的时候，因为我们虽然当时候还是紫色，但是呢是浅一点的紫色，他们说一些深紫和浅紫，以致到我们可以呢，县政府是可以重开我们的小学，这个呢在2月15号的时候。在过去在过去前一个月，现在在过去一个月，我们罗省的那个层次那个颜色还是紫色，但是它的紫色是比较浅一点，就是说那个被感染那些那个指标那个号人数被感染有一点点就是下降，所以呢那罗省那个就罗省这边的卫生局就可以让我们在罗省里面的所有的学区都可以重新开门，所以就在2月15号所有的从 TK 到6年级的学校都可以重开。另外一个突破性的消息呢，就是在3月15号即是上个礼拜一的时候公布的，就是罗省县呢，因为我们的感染的人数继续的持续的下降，亦都因为我们测试阳性的人数亦都持续的下降，而相对里面来讲，我们打疫苗的人呢已经是过了300万。咁因为咁多正面嘅消息嘅缘故呢，我哋就可以呢由紫色去到红色嘅个层次。亦都因为咁嘅缘故呢，罗省呢喺3月15号嘅时候公布所有中学都可以重开。OK, 还有在3月15号2021年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消息，就是说我们在洛杉矶县的那个被感染的个案有下降到 4.1, 还有那个被感染呈阳性那个速度也是到下降到 1.9, 那个百分 1.9, 然后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是那个打了疫苗那个目标的人数差不多有300万人打了疫苗，所以罗省那个指标就从紫色下降到红色，然后在3月15号因为是红色指标，所以所有的学校从 TK 到12年级都可以重开。咁亦都因为呢个嘅消息嘅缘故咧，响两个礼拜之前，罗省县嘅教育局咧就做咗一个嘅调查，就咧问到我哋有罗省县有80个校区，嘉慧系其中一个。咁我就访问到究竟呢80个校区佢哋重开嘅计划系点嘅时候，佢就知道咧响呢80个校区里边有50个校区亦都准备响4月第一个礼拜之前咧就会重开。OK, 因为这个新的一个消息，所以洛杉矶县的教育局像在洛杉矶总共有80个学区，这个教育局就问这80个学区到底有多少个学区会
重开，然后做了一个做了一个调查之后，有50个学区，高伟学区也是在洛杉矶县里面的其中一个学区，有50个学区会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就是4月5号那个星期开始重开。咁亦都因为咁多好消息嘅缘故咧，我哋过去呢几个礼拜都一直嘅同所有嘅教职员，亦都包括咗我哋嘅校董会，嚟到有好详细嘅咨询，好详细嘅讨论，嚟到考虑到究竟我哋嘉惠校区会唔会重开咧？如果重开嘅时候，我哋详细嘅计划又系点样样？所以跟OK， 麻烦你先点。OK。OK， 因为有那么多很好的消息，所以我们嘉伟学区我们在过去这几个星期里面一直学区的总监啊学区里面的那个高层的管理人，还有跟我们学区里面的教职员，比方说老师的工会，还有其他的职员的工会，一直在讨论到底嘉伟学区要不要重开？如果要重开的话，那么我们有会什么就是计划怎样重开怎么样有哪些措施是怎么样做这个重开这个安排？在上一个礼拜四咧，我哋嘅校董会就开咗一个好长嘅会，在当中我哋讨论到所有重开嘅细节。在我哋嚟到去讨论完之后，我哋嘅校委会亦都做咗一个嘅决定。他們的決定就是根據我們所提出來的建議，我們重開的建議，他們是批准了我們的校區去重開我們的學校，是在跟著這兩個月的時間。那麼在上個星期3月18號2021年嘉偉學區的教育委員會舉行了一個會議，在這次的會議裡面我们学区推荐了重开学校的一些措施还有计划给这个教育委员会，然后他们很详细的看了我们这个计划之后，然后他们在当天晚上这个教育委员会就一致投票通过允许我们嘉伟学区重开，就是我们还这个学年还剩下只有两个月八个星期的上课时间，我们会重开这样。所以现在就要分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呢，究竟我们重开计划的细节是怎么样。那当中的细节就包括了究竟我们会有什么课程呢？我们的课程其实是一个混合的课程，亦都呢可能很多家长都会来到去问到几时开始重开呢？咁啊，边一个年级咧？咁跟住就系究竟个时间表系点样样咧？而我哋重开之后，我哋啲细蚊仔佢哋上嘅佢哋得到嘅嘅上课嗰个模式又系如何咧？咁最后咧，亦都系我哋所有嘅安全措施。所以我跟住会从呢四方面同大家嚟到分享我哋重开嘅计划。好，现在高伟学区重开的计划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重开首先课程是一种所谓的混合课程第二点重开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开始，还有学校重开之后学生上课的时间表，还有怎么样安排，还有教学的模型是怎么样，到最后我们要讲解就是重开之后学校会做出哪一些的安全的一些措施以下我们会跟大家详细的讲解。 OK， 好，先看呢什么叫做混合的课程。混合的课程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呢，我们很清楚知道现在我们仍然是处理着这个疫情，我们不是完全已经是离开了这个疫情的情况，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家长因为他们健康的原因，家庭的原因，他们会选择仍然是远程教学。
咁所以對於嗰啲嘅家長同埋學生咧，我哋仍會仍然嘅俾佢哋嚟到去繼續呢個遠程嘅教學。而呢班嘅學生咧，我哋俾咗一個特別嘅名稱俾佢哋，我哋叫佢做 Zoomers， 因為佢哋好多時候我而家都係 Zoom 緊，今日而家大家就係 Zoom 緊入嚟我哋呢一個嘅討論嘅一個嘅會議當中。OK， 什么是所谓的混合课程 ？OK， 混合课程现在你们知道这个疫情还存在不是完全没有，疫情还存在，所以有些家长还是继续选择就是让孩子在家里，就是在远程这个学习，选择这样这一类的学生继续在家里上网课就是远程上学，我们给他一个新的一个名称，英文叫 Zoomer， 因为现在好像今天大家上网听这个会议也是通过这个 Zoom 的一个连接，所以学生在家里上课，我以后我们就叫他们是 Zoomer， OK。其實呢啲名稱咧係方便我哋嚟到去稱呼嘅，唔使講曬十個字嚇，我哋就知道 Zoomers 就係一班學生係選擇咗仍然喺屋企上遠程嘅。咁另外一班學生咧，就係如果家長覺得因為唔同嘅原因，佢哋覺得係我想我嘅小孩子咧可以翻去校園有一個面對面嘅一個學習嘅機會嘅時候，我哋會嚟到去提供呢一個面對面學習嘅機會。而這班小朋友呢，我們就給了一個新的稱呼，因為他們在班房，所以我們就說他是 Roomers。 OK， 還有一些家長希望孩子可以重新回到學校接受面對面的這個教導這一類的學生，因為他們在課堂裡面上課所以我們給他一個新的名稱叫 Roomers。 OK， Room 就是房间，就是在课堂课室里面叫 Roomers， 所以以后这个 Zoomer 跟 Roomer 就是方便学校就是有这个新的名词来可以区别Zoomer 就是在上网课的学生， Roomer 就是在课堂里面面对面的接受教学叫 Zoomer。 所以呢，从这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希望能够用这种混合的模式，即是两个课程都有，我们又有远程又有面对面，以致到呢家长们呢可以按住他们自己个人的考量的情况来去选择。我们提供这种混合的课程是可以方便家长们的选择，家长可以选择就是小孩子上网课叫远程教学，或者是选择让孩子到学校面对面接受教导。OK， 喺过去喺二月同埋三月嘅时候咧，我谂家长都会记得咧，我哋曾经俾你哋一个嘅家长调查表嚟到要求你嚟到去话俾我哋听如果要你哋选择嘅时候，你哋会选择边一种嘅模式，系远程啊，亦或系面对面？咁咧，其實好多謝家長咧，俾我哋當時嘅顯示，因為幫助到我哋嚟到去做安排。咁當時候咧，經過呢個家長嘅調查咧，其實過去只係大概幾個禮拜嘅時間，我哋收到大概係90%嘅一啲嘅回覆。OK， 在過去從二月到三月的時間我们有发给所有家长一个家长的调查 ，OK， 这个调查是希望家长让我们知道你的选择到底是让小孩子继续上网课，或者是让小孩子回来学校就是面对面上课经过这个家长的调查哈，我们收到在短短的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我们收到90%的家长的回应，对这个调查的给我们这个回应。而从这90%即九成的这个回应的里面呢，我们看到呢整个校区里面来讲呢，大概呢个分布呢是有四成的家长是选择面对面，有六成的家长是希望能够继续可以远程教学。
咁當然啦，唔同嘅學校有唔同嘅比率，唔同嘅年級都有唔同嘅比率。嗯，现在家长们，你们可以看到，这90%的家长所给我们的那个调查的回应哈，全部分布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就是年级，而且90%里面有40%的家长是希望学生可以重回学校上课。只有还有60%的家长还是继续选择就是远程的就是学习那么这些家长呢他们的比率你们可以看到分布在不同的整个学区不同的学校而且不同的年级的家长的比率都是不同，你们可以看一下。OK。我们的希望是会尊重家长的意思，正如刚才所说，我们以致到我们会有这两个不同的课程都会同时的来到去提供给选择了的家长。我们学区尊重家长们的选择，所以我们才会提出这个混合的一个课程来满足家长们的那个选择。好啦，咁讲咗呢个嘅混合嘅课程之后咧，我亦都想嚟对讲讲，好重要啦，就系几时开始咧？系边个年级开始咧？系点样开始法咧？咁而家我就要讲一讲咧，我哋嗰个嘅进程表啊，我哋有一个嘅渐进式嘅一个嘅时间表。嗯，现在下一步是开始，哪一天可以开学呢？我们是用什么方式来开学呢？现在跟大家讲解一下 ，OK， 我们开学的那个时间表哈是逐步实施，就是不同年级逐步来实施的一个时间表。在这个逐步的开始的时间表里面呢，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就是从少数的小蚊仔开始先，以至到我们可以呢用最多的资源来到去可以给到他们最多的支持，然后所有的安全措施运作完全测试到非常之完善的时候，我们先再来到去加多一点的学生。所以在这个大前提，我应该给我们的翻译来的翻译先。OK， 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以小部分低年级的学生开始，因为我们刚刚重开学校嘛，所以我们需要时间来集中一些资源来给可以这些人数比较小的学生可以容易管理的一个学生群体然后我们同时间也需要评估或者是看看我们这个做这个安全的那个措施能不能够达到这个完善，所以我们希望开学的时候少数学生上课，我们才有机会去集中资源，还有评估，还有做一个安全的这个妥善。所以在这个大前提底下呢，我们将会呢在小学呢就是在4月12日，即是我们的春假大概是2个多星期之后呢就会来到开始由幼稚园到二年级开始。OK， OK， 第一群体的学生回来上课是在10月12日 ，OK， 十月十号是TK 到二年级，然后4月12日就是学前的小朋友，咁而4月20日咧，26日咧就是3年班至到6年班的学生。OK， 4月10日是 TK 到二年级回来上课，4月19日就是学前班 ，OK， 回来上课，然后4月26日是3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重新回来上课。而另外我们的初中呢也都会是用这个逐渐式的这个开始的方法。4月19日呢就是我们7年班的学生，而4月26日呢就是我们8年班的学生。嗯，OK， 那么初中7年级的学生4月19日重返学校，8年级就是4月26日重返学校。
而頭先亦都提過啦，其實咁樣做法咧，咁樣逐漸嚟到去增加我哋個學生，令到我哋嘅資源更加嘅集中，可以嚟到去幫助重返嘅細蚊仔可以學到佢哋應該用嘅安全措施，以至到我哋都可以有機會可以嚟到去測試同埋改善，令到我哋嘅安全措施係完全嘅完全嘅全備。OK， 剛才已經說過了，我們使用这个逐步实现这个时间表哈，我们的目的是首先我们可以集中资源来给可以管理的一些学生的群体，让这些小年龄学生慢慢去适应或者是学习这个在学校里面的一些安全的那个步骤或者措施还有我们学校也会有机会去评估而且可以完善的这些安全的一些协议或者是措施。Okay？ 好啦，咁啱啱讲完咗咧，就系我哋几时会重开啦？几时会重开俾嗰啲叫 rumors 啦？咁跟住咧，我就要讲啦，嗰啲选择咗面对面上课嘅学生呢啲叫 rumors， 究竟响学堂上边，佢哋有佢哋嘅时间表又系点样样，同埋佢哋学习嘅模式又会系点样样咧？接下来OK， 学生在学校到学校面对面授课，他们叫 rumor， 这是 rumor， 他们上课的模式是怎么样呢？他们上课的时间呢又是怎么样呢？现在大家跟大家讲解一下。我哋嘅時間表咧，我依度咧都有一啲嘅難處，唔係好知道應該點樣去翻譯呢一個嘢。呢個英文叫做 staggered。即係就好似一個嘅交錯性咁，即係唔係一齊，係逐層逐層逐層咁樣樣，即係有一啲嘅時間表咧，係一個早啲，一個遲啲，係逐層逐層咁嘅時間表。嗱，呢個係一個嘅示範，一個嘅時間表嘅示範。因為咧，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咧，而家我哋嘅校長咧。講到就算是啱啱開完會啦，佢哋啱啱開咗個教職員會，其實就係要同嗰班嘅老師咧，去最後去決定咧所謂上課嘅時間表嘅嗰、那個確定嗰個時間表。但係而家我俾家長睇嘅咧係一個大概嘅時間表，呢、這個嘅係一個嘅樣板，呢、這個嘅樣板咧會係將來學校咧可能會有少少嘅一啲需要調整嘅地方，但係大致上係咁樣嘅安排。OK， 現在 OK， 學生回來上課的時間表哈。我们现在给家长看到的只是一个例子 ，OK？ 因为每个学校的校长跟老师之间，他们开会讨论之后，有可能学生上课的那个时间表跟我们今天给你看的时间可能有一点点调整 ，OK？ 学生回来上课的时间表，我们英文叫 stagger 好像是叫错的的意思说，有些学生会早一点回来上课，然后那第二组的学生会晚一点回来上课，那么他们上课跟下课的时间都不是同一时间，他们有这个叫错的不同的时间。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看的是一个举例而已，因为校长跟老师们开完会讨论之后，他们有可能那个时间表会有一点点多少的调整。OK， 咁而家呢个系一个样板吓，一个嘅样板，即大概就系讲嘅呢样嘢啦。咁麻烦大家咧要慢慢嚟到去俾我嚟到讲解呢图表吓。咁呢个咧。先大家留意看第一層第一條第一行第一行呢其實就講到呢那個大體那個的時間表就是呢上午呢大概會有兩個幾鐘頭的時間可能是兩個鐘頭至兩個半個鐘頭時間 的學習跟住呢我們會有一個鐘頭的時間我們叫做Wellness break 或者我哋平時普通叫嘅就係午餐嘅時候，咁其實呢個咧就係我哋希望喺呢一個一個鐘頭嘅時間，俾嗰啲學生有好多
可以有無論是他們社交啊，他們情緒需要有的這些的活動啊。咁跟住下晝咧，亦都有個半鐘頭至兩個鐘頭嘅時間咧，係俾佢哋有唔同嘅活動嘅。咁大體裏邊嚟講咧，就係呢一個係一個全日嘅一個嘅安排，有上晝嘅時間長少少，兩個鐘頭或者至到兩個半鐘頭，中間有一個鐘頭嘅午餐同埋一啲嘅康健嘅活動嘅時間，跟住下晝就係一個半鐘頭至到兩個鐘頭嘅呢個唔同嘅活動。OK， 现在家长看到整体我们的时间安排是这样，每天哈、早上有两个小时或者两个半小时上课的时间，然后中午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前我们说是吃午餐的时间，但是因为是一个小时，有可能这个时间是让学生可以松弛一下，学生可以吃了午餐就也可以有机会活动一下。那下午的有一个半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的时间是有一些课余的一些活动，让小孩子去帮助他们发展他们的身心这个健康。嗯，好啦，咁咧响呢个大前提底下咧，大家会睇到好似小学咁吓。小學咧，我哋將咧小學分開做兩個部分，一個咧就係幼稚園到二年班，跟住有三年班到六年班。大家會見到咧，佢哋上課嘅時間咧係差咗30分鐘嘅。咁佢容易咧其實佢哋上課嘅時間係一個早30分鐘，一個遲30分鐘，以至到佢哋落課嘅時間咧都係有半個鐘頭嘅相差。咁點解會咁做呢？其實就係希望咧，唔會有太多嘅細蚊仔一齊聚集喺一齊，為咗要我哋保持一個嗰個六尺嘅安全嘅距離嘅緣故咧，所以我哋希望將嗰啲細蚊仔分散一啲，等以至到細蚊仔唔會全部聚集喺一個地方。嗯 ，OK， 現在看到哦，首先是 TK 到二年級的就是低年級的學生上課時間8:30。OK， 然后三年级到六年级全都是9:30上课，这之间那个时间差了30分钟。OK， 那么他们下课的时间也一样，下课的时间TK 到二年级就是1:30下课，然后三年级到六年级就是2点，也是相差了半个小时。为什么我们这样安排呢？因为我们这个在疫情的情况，我们需要。每个人需要保持一个距离嘛，保持六尺的距离，所以我们不希望所有的学生同一时间就是出现在学校，同一时间来上课，或者是同一时间下课。我们所以把这两组的学生就是时间分开，相差30分钟，这样比就人数就少一点，就可以保持就是那个保持距离嘛，六尺的距离。咁同樣咧，七年班同埋八年班就係咁。咁佢哋有3堂課要上，嗱呢啲嘅時間可能會有一啲嘅調整都唔定嘅。咁但係個概念係一樣，佢哋上課嘅時間咧係有20分鐘嘅差距。咁即係總之就係有一啲時間分開咗佢哋，唔使個個嗰個嘅大門口裏邊全部啲學生都度排隊嚇。咁可以咧先處理咗第一批先，咁等佢哋入曬學校啦，跟住第二批就再嚟嘅時候，咁就會比較安全一啲嚟到去可以幫助佢哋嚟到去有呢一個安全嘅距離，六尺嘅距離。還有你們看七年級跟八年級的學生也一樣。七年级学生也每天分成三组学生，第一组就是8:40，第二组是9:40。不好意思，我要纠正一下，这里不是三组，这个是3堂课。三堂课，没错了。因为现在七年班和八年班的学生呢，每天都有3堂课的。咁呢个他们3堂课的那个的时间表。他们第一堂课的时间呢，七年班是8:40，八年班的学生是9:00，即是相差20分钟。对不起啊。家长，七年级的学生他们每天上课有3节课。三节课。第一节课是8:40上课，第二节课是9:40，第三节课是10:40，也是不同的时间。八年级的学生也是一样，有3节课。第一节课他们9点钟。
第二节课十点钟，第三节课十一点钟，这样的时间的安排也是避免学生太多学生同一时间出现在学校，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分配学生才可以保持这个六尺这个距离。OK。咁正如頭先我所講啦，這個咧係一個 sample， 係一個樣板，而咧而家校長咧係已經係同老師們咧有一個嘅溝通，到去最後咧去決定。咁所以咧，可能學校咧方面咧會有一啲嘅調整，但係嗰個嘅理念係相同，即係會有早上嘅時間，會有中午呢個一個鐘頭嘅康健嘅時間，亦都有咧呢一個嘅響下晝嘅呢一個嘅時段。OK， 今天我们这个时间表哈，只是一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个举例，因为校长每个学校的校长跟老师开会之后，他们有可能这个时间方面有多多少少的这个调整的 ，OK， 还有也是，无论他们有什么调整，早上他们也是有这个时候需要学习的。两个或者两个半小时，中午一个小时是一个给学生一个健康的时间去吃午餐，下午就是有一个半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这方面校长他们会有多少调整的 ？OK， 咁样可能有一个问题家长会问嘅就系、是，如果我有多过一个小孩子，而佢哋系属于唔同嘅组别嘅时候，咁我系咪要？来来回回不停地来到去无论是送我们的小孩子上学或者是呢来到去接他们放学呢，那为了要方便家长的缘故呢，如果你有不同的小孩子是在不同的年级的里面，他们有不同上堂或者落堂的时间呢，不需要担心，你可以同一个时间来到去送他们上学，或者是呢遲一些的時間來到去可以來到接回他們，我們學校會來到去為你安排，即是看著他們，直至到 你來到為止。那些家長，如果你們有小孩子上不同年級的小孩那麼你們可以在跟學校安排在同一個時間送小孩上課，或者同一個時間接小孩下課。虽然他们上课的时间是不同，但是你们就是可以跟学校这个安排，把同一时间把小孩子全部送去上课，或者是接他们下课。OK， 你不需要就是不同年级的小学生就是在不同的时间出现，这样比较不方便。我们为了方便你，你可以同一时间把所有的孩子送去学校。OK。好啦，講到呢度嘅時候咧，我亦都想特別嚟到去針對究竟當我哋有咗兩批嘅小孩子，一批叫做 roomers 就喺班房裏邊，一批咧就喺學喺佢自己屋企嘅裏邊一班嘅 roomers 嘅時候，咁老師究竟係會點樣教學咧？接下來我們想知道哈，老師上課嘅時候有兩組學生，一組是 roomer， 一組是 zoomer， 到底老師的教学的模式是怎样呢？跟住咧，我就会同大家讲咧，其实我哋嘅老师们咧，今日咧亦都喺度讨论紧呢个问题。大概里边嚟讲咧，我哋嘅老师咧会系用其中一种，我哋会有两种，我哋介绍咗两种唔同嘅模式。我哋嘅老师咧会系咧用其中一种嘅模式咧，会嚟到去教呢两批嘅细蚊仔嘅。咁第一种嘅模式咧，我们就叫做同步或者是一起的学习方式。OK， 我们的教学的模式有两种 ，OK， 老师可以选的两种模式。第一种教学的模式，是可以说是共存的或者是同步的教学模式。咁呢種嘅同步咧，其實就係咧，無論你知道而家因為有呢個好偉大嘅科技嘅緣故啦，咁所以咧，無論細蚊仔係喺班房或者喺屋企咧，我哋所有呢啲科技好先進嘅科技，已經可以將兩組嘅人咧係可以對話嘅。
咁所以咧，係我哋嘅老師，有一啲嘅老師咧，會選擇咧，就係喺佢哋早上嘅時間，就係咧，無論係 Zoomers 或者 Roomers 咧，佢哋一堂嘅教學，咁可能咧，即係喺班房裏邊嘅 Roomers， 當然見到老師喺前邊啦，但係佢哋同樣都可以用佢哋嘅電腦，我哋會提供電腦俾呢一班翻到嚟我哋校園嘅裏邊，喺班房裏邊上課嘅小孩子。他們會有新的電腦是放在學校的，讓他們使用，他們就可以同樣的上網，但是見到老師也可以跟老師有直接的對話的，就是在早上的時間老師就去教這些的不同的課堂，來到去用一些科技來去將學校的小孩子和家裡的小孩子可以接駁起上來，同步的進行這個的教育和學習。 OK， 這個共同或者是共存的教学模式哈，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有科技很方便嘛，科技很发达，所以在学校老师使用这些科技电脑啊来教学的时候，在课堂里面上课的同学的上课的学生，他们我们也提供给他们一部电脑 ，OK， 还有。同一时间在家里上网课的学生也用电脑打开电脑，同一时间这个老师在教学的时候，他在班里面的学生或者是在上网课学生同一时间都可以看到老师正在教导什么，而且这两组的学生也使用这些电脑这些新的科技，这两组学生可以互动也可以交流，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有这些很先进的一些科技，而且老师在同一时间教导的时候，在班里面或者是在家里同的学生同一时间也学习到老师在讲解的课程。下午的时间呢，下午呢就不是全班一起上堂了，就是有一些更好大需要的學生呢，老師呢就會特別來到給他們有一些的格外的一些的輔助，格外的支持，格外的教學。那如果是在家裡的，他們老師會繼續來到去用電腦用遠程來到去幫助這些的幾個的學生。如果這班是 Roomers 的話呢，那老師呢就會留下他們在班房跟他們有個別的或者小組的一些的輔助。OK， 那在下午一个半小时里面或者两个小时里面，老师的上课的模式是这样，在家里上网课的学生，哪一些学生有需要 ，OK， 有需要多一点那些学生呢，老师会针对那种学生就提供，就是在上网课提供一些。资源干预的课程。如果在课堂里面上课的学生有哪一些是有需要就是多一点需要帮助的那些学生，老师会在课堂里面也通过这个电脑来给提供一些干预的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学生。咁嗰啲唔需要嗰啲嘅 roomers， 如果佢哋亦都冇特別喺學術上邊嘅需要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就為佢準備咗一個非常之有高趣味性嘅一個課程，而呢個課程咧就係我哋一直以嚟咁多年以嚟咧，同佢哋合夥嘅呢個叫做 Woodcraft Rangers 嘅機構嚟到去舉辦嘅。佢哋咧會係針對細蚊仔嘅身體 physical wellness， 佢哋已經冇做運動咁耐啦，即係一直困喺屋企嘅時候，需要有多啲户外嘅活動，亦都針對細蚊仔需要社交上邊、情緒上邊需要嘅抒發、需要嘅培育，佢哋嘅活動咧就會係從咁樣嘅方面嚟到設計，以至到我哋嗰啲唔需要留喺班房裏邊接受一對一或者係小組學術上邊幫忙嘅小朋友咧，佢就可以參加呢一個 Woodcraft Rangers 所舉辦嘅呢個特別嘅呢個可以嚟到協
助他们身心灵都可以能够有发展的这个活动。 OK 那么在下午的时间 那些学生、就是不需要、老师这些干预的课程，或者是没、不需要老师就是一对一的、帮助那一类的学生，在下午的时间他们可以、参加一些、社交的游戏或者是户外的活动。这些活动就是一些、丰富的活动是由、那个跟我们教委学区有合约的那个 Woodcraft Ranger 的机构来提供的、他们会提供给学生一些、社交的活动或者是户外活动，来帮助、学生们发展他们的身心、这方面的发展。还有、知道在过去一年、学生都大家家里都没有去，没有机会到外面去、活动活动，来发展他们的、身体这方面的健康。所以这个 Woodcraft Ranger 他们已经有安排，已经有设计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是社交方面的游戏，来帮助我们的学生、发展他们的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咁啱啱讲完咗嘅咧，呢、这个咧就系同步嘅，老师可能会选择用呢个模式嚟到去教导佢哋啊，响课堂里边嘅 roomers 或者屋企里边嘅 zoomers。咁有另外一种嘅模式咧，我哋就叫做分组嘅一个嘅模式，呢、这个叫 separate group 分组嘅模式。嗯，刚才 OK， 刚才说的是一个啊。模型老师选择，第二个、老师可以选择的、教学的模型就是说、分开小组的、模型。这个分组的模式呢就、其实都很简单，很简单呢就是呢老师在早上的时候会是、针对这班的 Zoomers， 即是在家里面的小朋友，而在早上的时候这班的 Roomers 呢就會做他們的作業，同埋參加剛才我介紹的這個 Woodcraft Ranger 所舉辦的這些的身心的一些的活動。 OK、這個分開這個小組的模型哈、上課的時安排是這樣，在早上的時間，早上的時間、在家里上网课的 Zoomer， OK， 在上网课的学生，老师会、就是、叫他们这个、主要的主科， OK， 然后那些在课堂里面 Roomer 在课室里面上课的学生、就利用这个时间来自己、独立的做功课，独立做功课，还有、参加这个 Woodcraft Ranger 提供的那些课外的社交的、活动，来、帮助他们、提高他们那个身跟心的健康、这方面的一些、不同的活动或者游戏。那下午就是调转了，下午的时候呢在家的小朋友呢就会做他们的作业，而在学校里面的 Roomers 他们就会接受一个面对面的老师的教学。嗯 ，OK， 下午的时间刚刚好相反哈，下午的时间呢，Zoomer 就是在下午上网课的学生就自己独立做他们的功课，老师给他功课。那么在班上里面上课的学生呢，下午的时间就接受老师面对面的这个教导教学 ，OK。大家在家长可以看到，其实这两个模式呢分别都不是很大，就是大家都是有上课的时间，对于那班上、对于那班的 Roomers 呢都是有上课的时间，也都有一个呢身心灵、来到去、培育的时候。嗯，其实这两个教学的模式都没有很大的分别， 都是差不多，因为在学校里面上课的学生，他们除了、就是上课，他们还有机会、就是、参加一些课外活动，来帮助、就是、加强他们的身心的健康。好了，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家长会问了，
因为在二的时候我们问我们的调查呢，当时候我们当然没有那么详细的资料可以有提供给家长。那你说现在听到这些课程之后呢，如果我想改变我当日的选择，譬如当日呢大家家长我们问你究竟你要远程或者是要面对面的，那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如果你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现在改变那个的选择，那这个答案呢是可以的。 OK OK， 接下来 OK， 之前我们做这个家长调查的时候因为家长已经做了你们的选择，当时我们还没有一个计划让你知道开学的计划的安排是怎么样。现在你听到了，今天你知道我们开学之后的教学的模式，那么现在 你可能 会想或者先前我选择上网课，现在我想改变我的改变我那个要请求，我想转改成这个上面对面上课，我可以提出这个更改吗？是可以的。咁我要但係好澄清，因為咧，其實大家頭先睇到個數字啦。咁咧，我哋已經咧係做安排嘅時候，按住咧你指定咗而家嗰個模式嚟到做安排嘅。咁呢個申請係可以，其實我哋有一個嘅表格咧，已經交咗俾校長噶啦。而呢個表格咧，響聽日嘅時間亦都會翻譯做咧唔同嘅語文。呢個表格好簡單，即係除咗係攞啲基本嘅資料、學生嘅姓名啊、年級啊，同埋老師嘅名稱之外咧，就係咁簡單啦。我要求去改變我嘅細蚊仔嘅學習嘅模式，咁咧係邊個咧？係從面對面嘅變做遠程，或者係從遠程嘅變做面對面嘅。咁呢個就係咁簡單嘅表格，但係我好想家長知道咧。第一呢、這個表格咧係要響三月三十號，即係下個禮拜三嘅時候咧，就下個禮拜二嘅時候咧，就一定要提交到你哋嘅學校嘅辦公室嘅裏邊。而另外一樣嘢好重要嘅咧，就係因為而家咧我哋嘅限制，因為而家我哋嘅每一個班房咧都會按住六尺嘅距離嚟到去擺呢啲學生嘅佢哋坐嘅位置，佢哋嘅台。咁所以咧，如果你想從面對面變做遠程咧，呢、這個就應該一定會批噶啦。咁但係如果你係調轉想從遠程變做面對面嘅話咧，咁呢個咧就好在乎究竟咧嗰個嘅班房入邊咧有冇咁嘅位即係每個班房都有一啲紙，有一啲限制可以擺到幾多張台，俾多張細蚊仔嘅。OK， 好 ，OK， 現在是這樣啊。如果我們剛才說家長可以想。更改你先前的那个决定哈，是这样的，先前我们是根据有多少学生会回来上课，我们根据这些人数来做一些安排，因为我们每个课室里面需要每个课室里面我们可以放多少个桌子，需要每个桌子又要保持一个距离。OK， 那么你想更改你的决定的时候，如果你想更改是从面对面授课现在改到回去上网课，或者是你想从上网课现在想改成要回来面对面上课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可能明天会送到学校那边，你这个表格可以从校长学校里面拿这个表格填写一下，表格里面我们到时候会翻译成不同的语言 OK 但是有一点你需要知道，这个表格的申请更改你的决定的表格需要在3月30号或者是之前提交给学校还有一点如果你想改变你的决定是从上网课改变成回去学校面对面授课，那么这个提出这个更改的要求呢要等学校批不批准，因为我们需要看看课室里面
到底有没有这个学位，因为现在每个科室里面的安排的桌子啊都是有限的 ，OK？ 而呢个表格咧，其实咧我哋听日咧都会将佢摆咗喺我哋嘅 post 喺我哋嘅网站嗰度，咁所以咧呢个表格英文嘅表格咧校长已经今日收到噶啦，咁我听日就会再将翻译咗嘅表格咧回到去送俾我哋每间学校。OK， 这个表格如果是英文版的，已经我们已经放在我们的网站里面还有英文版的，今天所有校长都已经拿到了至于其他的翻译的其他的文版，中文或者是粤文的文版可能要到多明天多一天才可以拿到 OK。好啦，咁咧講到呢度嘅時候咧，咁我諗我就要嚟到去如果我頭先啱睇到一個嘅問題咧，就係、是、如果家長唔記得自己咧二月嘅時候選擇咗乜嘢咧，咁我諗你就一定要打電話俾學校啦，問學校根據你嘅記錄我當時候選擇咗乜嘢咧，麻煩你話俾我知嚇。嗯哼，如果有哪位家长不记得当时你的选择是什么，那你可以直接打电话到你孩子上课的学校，因为学校里面已经有这些记录的，他们会知道你当时是选哪一种是不是方法上课的 OK。Well, please contact your school office if you cannot remember what you have selected in February or March. make sure that, you know, I know that our district office actually does not have the master list. Each school has its own. So please do contact your school office. 请家长你们必须不需要翻译了，因为我们是讲英文的家长，所以英文 OK。OK， 好，麻煩。咁我而家跟住咧就會用跟住嘅時間，其實時間都唔係好多啦，剩翻跟住嘅時間咧，你都講快啲。我講係啦，安全嘅措施，安全嘅措施。OK， 接下來我們跟大家講解學校的一些安全的措施哈。OK， 呢啲安全措施非常之重要，因為如果我哋唔守住啲安全措施嘅時候，我哋就唔能夠繼續咁安全嘅俾小朋友同埋教職員咧喺我哋嘅學校校園嘅裏邊。所以我先要講嘅咧就係、是其實喺過去12個月以嚟雖然情況好大挑戰性，但係嘉惠校區嘅員工落咗好大嘅努力嚟到去設立咗好多好多安全嘅措施，而且係我哋一直嘅執行得非常之非常之嘅周備。OK， 安全措施非常的重要哈，在我們需要各位教职员还有学生需要保持这个安全的措施。在过去一年自从发生疫情我们学校关门，过去一年之内我们嘉伟学区已经使用的很多不同的安全的措施，而且这些安全的措施都是根据就是这个健康以就是健康与安全的标准 来达到这些来达到这些安全的措施。OK， 咁我而家就好快同大家咧讲一讲咧，其实呢啲好多都系变成咗我哋好基本嘅安全措施嚟。第一就系咧，我哋每一日咧都有一个健康嘅检查嘅，呢个系包括咗量体温啦，同埋睇下咧有冇一啲嘅病嘅症状。这个已经是我们执行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所有的职员和所有在我们学校会踏入来的学生都一定要这样做。这些安全的措施我们在过去一年都已经在进行了 OK， 首先最基本的就是每天做一个健康的检查的方案，这些检查方案就是所有任何的员工或者是任何的学生或者家长，如果他们想来到我们的学校或者学区，都需要通过这个检查，就是健康检查的方案来量体温，
还有要回答一些问题，看看这个学生或者这个员工有没有一些任何的症状。OK。另外一样咧就系所谓嘅呢个个人嘅健康嘅配套，我哋咧校区咧已经有好几个月有几个月嘅呢啲嘅存货啊，所谓无论系口罩啊、我哋嘅手套啊、我哋一啲嘅洗手液啊、消毒嘅洗手液咧，我哋都有好一个好健康嘅存货。第二点就是个人防护的设备 ，OK， 这些个人防护设备包括比如说口罩啊、手套或者洗手液我们学区已经在库存里面都有满几个月这一类的一些防护的设备。跟住咧就系咧。这个也都在咁多个月以来我们已经订立了一个规律，就是所有的员工除非呢他是自己在个房间里面是全时间都要戴口罩，这个也都包括了我们的学生。我知道刚才有位家长问学生不戴口罩怎样呢，不好意思，这个是一个加州这个县政府的规律，如果不戴口罩呢就不可以给他在学堂在课堂里面来上课。第三点要全程时间都需要戴上口罩，我们所有员工都需要戴口罩 OK 还有刚才有位家长说如果学生不戴口罩的话是怎么样呢，因为这个戴口罩这个指令是就政府还有是洛杉矶的政府规定的，所有的人需要戴口罩，如果学生不戴口罩是不能够到学校面对面来上课。咁当然我亦都要保持嗰个六尺嘅距离，虽然而家咧其实咧CDC 嗰边已经将六尺咧变成咗三尺啦，即系嗰啲嘅台咧可以三尺嘅距离。咁但系我哋校区基本上边仍然会系咧尽量嘅去保持呢个六尺嘅距离。下一步是保持身体距离 ，OK 就是卫生局的标准是保持三尺的距离，但是我们学区里面的安排还继续需要保持六尺这方面的距离 ，OK。跟住就经常你都提议所有嘅人，无论系大人同埋小朋友咧，洗手啦。我跟住嗰啲好快讲啊，嗬。咁跟住咧就系唔会共用一啲嘅物件啦，即系每人自己用翻自己嘅物件啦。OK， 还有要求所有人经常洗手，洗手的时间至少要用肥皂洗手，用肥皂跟水洗手至少20秒。还有在任何的场合不能共享就是使用东西不能共享 ，OK。跟住咧就系、是、如果不幸啦，有呢一个嘅感染嘅个案嘅时候咧，我哋会完全跟随州政府同埋所有嘅州政府同埋县政府嘅规例，就系、是、我哋会隔离啦，我哋会嚟到去揾到边一啲系有亲密接触嘅啦，然之后咧我哋都会咧做进行一个全面性的消毒，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的都做的。如果很不幸地有三个个案是在同一个地方发生，我们在这个时候就一定会来到去通知县政府的卫生局甚至乎呢会将学校封闭14天。这些全部呢都是我们按照州政府和县政府给我们这些卫生条例。还有我们对于那个 COVID 就是疫情的病例的回应，如果有学生或者是员工被感染有这个疫病的话，我们的措施是隔离 OK 在家里隔离然后我们会继续的追踪这个谁是接触者 OK 还有我们同时也要通知教育局还有消毒。如果在同一个地点有三个例子的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那么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卫生局，就是罗省的卫生局还有我们也需要有可能学校需要关闭14天，然后在这时间我们也要做一些就是消毒清洁和消毒。
我想讲的就是其实有很多外面的人知道了我们校区的这些措施的时候，都会来到去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不单止是满足到州政府或者是县政府这些卫生条例的水平，而且在很多层面上面我们是超越了他们的标准。我们高伟学区的这些安全的措施，我们在过去一年里面都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我们、已经就是可以达到州和县的那个健康与安全的标准，而且我们也 不但我们已经达到这些标准，我们也超过、县或者是、教育局这些安全的标准。好，我会继续很快的来到跟大家讲一点呀，因为这个部分呢，跟着我要讲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校长呢一直会做的事，所以我都不多讲了。每一间学校的校长呢都会跟家长来到去呢分享到究竟呢学生是有多少个门口入，哪一个班会是由哪个门口入，他们已经将学校呢整个地图呢来到去分割了，以至到用最安全的方法由哪个门口入，哪个年级由哪个门口入，跟着他们吃东西的时候坐在哪里、坐在哪里室外或者室内，跟着他们要、放学的时候从哪个门口、来到会是放学，很多这些的安排呢校长现在呢已经有很多很全备的方案，他们准备都跟你分享。跟着我想给大家看的这幅图画呢，就是这个班房，这个班房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呢，有一些好像、胶的透明胶的这样的东西在那些台上，这个呢就是叫做一些隔离板，一些胶的白离隔离板，这个是一个呢、加州政府没有指定我们要用，但是呢我们决定来到去用来到提高那个安全的，也都看到呢这些的科技的设施在这个的学生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画面，好像看戏这样看到老师要去讲解的学习，还有那些在家里面 Zoom 入来的 Zoomers 的样子，这些课堂的小朋友可以看到。OK， 那些隔离板要有机玻璃、有机玻璃。OK， Plexiglass 有机玻璃。OK， 在课堂里面 ，OK， 在学校里面、校长将来校长跟家长开会的时候也会、跟你们、讲解学校的所有的安全的措施、哦、现在我们大概说一点点、在学校、校长会安排、有几个、出入口 OK， 让学生可以、不同年级的学生到底在哪一个、入口、来上课，或者下课的时候到底从哪一个、入口出去、回家，有不同的年级我 分成不同的出入口、还有在每一个、出入口都有一个健康检查站、okay? 还有在课堂里面、大家家长可以看到、屏幕上面在课室里面我们安排的、学生的每个椅子桌子都有这个有机的玻璃、隔开、分开，还有、老师在前面、教学的时候有这个、叫这个白板还是继续荧幕的白板，来老师用、使用那个电脑、哦、然后把电脑的所有的教课的、课程都、出现在那个屏很大的一个屏幕上面，因为这个因为同时间在家里上课的学生也 同时间可以看到、老师跟班里面上课、这个情形是怎么样都可以看到，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有玻璃，因为教育局没有说我们应该使用这个、这个、有机玻璃来隔开，但是我们为了学生的安全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安排措施、okay?另外在设施上面呢，我们都呢刚才讲了有隔离板啦，咁亦都有呢空调上面我们亦都为到每一个班房、安置了一个空气的、净化器，同埋呢亦都会呢将那些的那个的、冷气机或者是个空调的过滤器呢会来到提高那个的密度。亦都呢安放了一些的在室外，每一间学校现在都有三个室外的洗手的、不需要碰的，用只脚来到去用，不需要用手碰的，用只脚来到去 kick 一 kick 的时候呢就可以洗到手的了。同埋呢
有一啲嘅可以，因為我哋已經將所有嘅飲水嗰啲嘅嗰啲機器咧，就因為唔安全啦，就全部已經咧換走曬啦。而換落去嘅咧就係呢啲咧，可以自己攞住自己個水瓶嚟到去加水落去嘅呢啲嘅機器嗰度。嗯 ，OK， 還有在OK， 在科室裡面的空氣哈通風方面。我们每一个科室都已经装了一个空气的净化器，还有这个空气净化器，因为科室里面有那个就是有这个冷气，所以我们有这个空气的过滤器，还有洗手方面在学校的外面或者是里面，我们都有这些挂在墙壁上的一些就水液哈，这些洗手液就是挂在墙壁上面，还有在户外的一些棉洗手，在户外洗手的你们不学生不需要用手去开那个水龙头，他只是用脚在下面就是用脚踏一下，就那个水就可以出来可以洗手，还有学生喝水的地方，以前就是在这个。饮水机啊，现在我们改了这类的饮水机是可以用水瓶来加注水的，每个学生带一个水瓶去上课，然后你喝水的时候把你水瓶放在这边就可以加一些水进去 ，OK。另外咧，亦都咧，我哋而家係為學校安置緊一啲嘅投寄箱啦，以至到咧，我哋係唔希望有一啲嘅 visitors， 有一啲嘅訪者訪客喺度，除非係因為健康嘅原因嘅時候咧，我哋係唔希望有訪客。咁所以咧，就將佢哋如果要俾嘢學校嘅時候，就擺喺呢個 drop box 呢個投寄箱裏邊，撳一撳掣，咁咧就呢個響鈴咧就會嚟到可以幫助到處理好多，減少咗好。很多的外来的探访者，咁同埋學校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設施，大家可以睇到呢啲藍色嘅就係提醒細蚊仔要佢保持6尺距離仲有好多洗手呢啲嘅洗手間嘅裏邊咧，亦都咧係有一啲嘅洗手間係唔用嘅，以至到細蚊仔唔會有太多嘅每一個洗手間得兩個細蚊仔可以入去，而嗰個洗手嘅地方都係將佢哋隔開，能夠有6尺嘅距離。嗯，还有在学校 ，OK， 学校外面哈，我们为了限制访客，所以外面的门我们有一个投寄箱 ，OK， 投寄箱，如果家长需要跟学校沟通拿什么东西啊，你要通过把你的东西放在那个投寄箱里面，或者是外面有一个铃，你可以按铃一下，然后职员在里面会跟你沟通，我们要限制就是。访客 ，OK。第二点在学校的环境里面，你看到地面上我们有贴一些标语或者是标记，学生要排队或者是站的距离要保持六尺的距离，还有洗手间也一样洗手间每一次只可以两个学生进去，不能太多学生。我们的洗手的地方也一样有分开，要保持这个六尺距离 ，OK。跟住我哋每一日咧，會有嗰啲嘅防霧、嗰啲嘅防毒嘅武器咧嚟到做消毒嘅，已經係有大半年嘅時間，我哋係一直咁樣樣去做緊噶啦。另外咧，我亦都為每一間學校咧購置咗有30個好似呢啲咁樣正方形嘅凳同埋呢啲嘅5個呢啲嘅呢啲嘅台同埋凳，咁咧係總共有35套咧，係準備咧細蚊仔食嘢嘅時候可以喺室外，亦都咧係就算係學習嘅時候都可以喺室外嘅環境。嗯，还有在学校里面，我们每天都使用那个喷雾器来消毒，还有为清洁一些高接触的区域还有在户外的，我们有安我们放了一些太阳能方面的电池板的一些户外的桌子或者是长凳，让学生可以在户外就是吃东西啊，吃午餐啊，或者是在户外做一些也可以在户外写功课都可以。另外咧，亦都有两点系非常之令到我哋兴奋嘅，就系我哋嘅接种疫苗。其实而家我哋大部分嘅老师
大部分的教職員呢已經接種了疫苗了、我們校區總共有大概3800多的員工、除了有些我們不知道之外的呢，其他大部分已經接種了，而且呢第二次呢已經是準備第二次的接種了。也都呢我們有一 個免費去測試新冠病毒的這個的安排，這個呢我們呢已經是在、幫助到我們現在的員工，還有一些有80個在我們現在的校園裡面上課的小朋友，也都是一直有這個免費的測試。我們都安排著呢在學校重開之後怎樣來到去給學生有這個的測試，定期的測試。嗯，还有一个新的消息，最好的比较好的消息是我们学区里面打这个疫苗哈，打疫苗，我们学区总共差不多有800个教职员，已经有550个教职员已经打了疫苗，还有一小部分的我们不知道170个职员，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打疫苗的情况怎么样 ，OK 啊、还有一点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有。都有一些免费在场的一些帮小孩子做这个检测，就是测试这个有没有这个疫情，有没有这种疫病。这个检测我们以后在学校开学之后也会继续提供给教职员和学生。我们从3月3日开始已经每周已经服务这些学生，帮他们做免费的检测。所以我最后可能要麻烦 Cindy 咧，就是要好简略性咁嚟到去我哋每一行嚟到讲啦。咁最后咧，就系咧，我哋仍然要要求咧，同家长一个嘅合伙嘅精神。咁我想同大家讲嘅就系，如果你哋选择咗嘅系个远程教学嘅时候咧，其实对你哋嘅改变好少好少。可能最大嘅改变就系可能调整少少上课嘅时间，呢个咧就系嗰个改变啦。还有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时间，如果 你的选择是远程上课的话，你们的上课时间可能调整很少，只是可能需要调整一点点，就是很少的时间调整而已，没有很大的改变。如果你是选择了来到去亲自面对面的话呢，有几样东西刚才讲过的了，就是健康的测试。麻煩你每朝早的時候跟細蚊仔量體温，如果細蚊仔病的時候，請求你不要來到去送我們送細蚊仔上學，因為呢這個是我們 不會了容許任何的病的細蚊仔來到在課堂裡面。如果你選擇讓小孩子回學校面對面上課的話，首先第一點，每天早上在上學之前先測量孩子的體温，如果孩子生病或者有感到不适的话，请孩子留在家中，不要送小孩子来上课，因为任何的小孩子生病的话都不能进入校园的。跟住咧，頭先呢個咧，我已經啱講咗啦，就係咧，州嘅政府嘅規例咧，就係一定要戴口罩。如果唔戴口罩嘅時候咧，我哋就唔能夠嚟到去容許細蚊仔可以喺呢一個嘅一定要去遠程教育，我哋就唔可以俾細蚊仔喺課堂裏邊上。OK， 接下來口罩，學生必須戴口罩才可以進去校園上課。因为这是州政府的规定哈，如果孩子不戴口罩是不允许回校上课，只可以留在家里远程上课。咁跟住咧，我谂呢个都唔需要讲啦，头先讲咗啦，一直系6尺距离啦，同埋经常洗手啦，带水瓶啦，因为冇晒嗰啲饮水器啦，咁咧自己带自己嘅书包啦。咁以至到可以裝自己嘅物件，同埋頭先講過噶啦，就係唔會嚟到去，除非係因為因為係醫療或者係健康嘅原因，如果唔係家長係唔係我哋冇法子可以嚟到俾家長嚟到去 visit 我哋嘅學生。嗯，還有剛才說了要保持距離啦，6尺的距離，還有經常洗手啦。还有学生每个学生需要带一个水瓶来上课，因为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喝水那个地方哈，自己带水瓶上课。第三，最后学生要自己带一个书包，把他自己使用的书包里面放他的学校需要的用具全部放在书包里面。最后是来访者，就是
我们尽量、希望家长不要到学校来这边，除非孩子在学校、有事情发生生病，我们通知你才过来上学校，不然的话请你不要来学校，这样谢谢你。最后了，最后不好意思，我们好像冲线一样，现在最后想提醒大家，就是不需要担心，如果你今天发觉我有问题问得、没答案的时候，请大家留意你们的校长给你们的邀请，因为每一间学校都会有家长的咨询会，而今天的、分享的资料也都会是摆在我们的网站上，给大家可以重温的。OK， 好、最后、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回答到你想问的问题，请你们注意、学校方面的那个家长的会议，因为接下来学校的每个学校的校长会安排一个时间跟本校的校长、本校的家长、举行这个、咨询会议。OK， 还有今天我们、你的问题我们会、回答之后，我们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Okay. 最后呢，好，真的我们是衷心的期待、来到去再一次可以有机会欢迎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家长，我们的社区再一次重回校园，因为过去这12个月里面，我们的确觉得一个很大的亏欠，不能够亲自的来到去服侍你们，多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信任和忍耐，我们继续会面对前面的日子，我们盼望前面的日子是为我们的小孩子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的服务，多谢大家。接下来我们、谢谢大家、的家长，谢谢你们这一年来的、衷心的、帮助、你的孩子，还有我们、也很想念你，所以我们希望在将来我们会提供给你孩子一个、非常的、怎么样，有一个非常的、更丰富的、更丰富的、非常丰富的一个、学习的、学习的课程，还有学习的环境。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家长。Thank you. Okay. Good night. Bye bye. 再见，谢谢。